非常的近，这里面进了有35万平方米。在我右手边，大家抬头也能看到一幢很高的建筑啊，环球中心，高约170米，一共呢有41层，也是杭州的一项地标性建筑。但是大家会好奇啊，既然作为地标呢，它其实并不高，只有170米。原先的话呢，是预计建造270米高的更高层的，但是这里呢，距离西湖太近了。如果从西湖的天际线看过来，有这么一幢现代化的建筑，太过于突兀，会破坏西湖的古色美感。所以呢，是将它的高度降低到了170米。那这里的话呢，也说是杭州啊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娱乐、休闲为一体的一个中心标志啊。这两边的房子的话呢，也是杭州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小区啊。我们左手边呢是501号，右手边呢是清源小区。九个字，两边没有什么漂亮，桥很